大家好，我是欧，欢迎到我们西库的第八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这台福斯 VW 的商用车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在路上你很常看到，它是军绿色的。军绿色好像不常见。钥匙应该是可以开的。我们今天福斯 VW 的商用车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